喂，讲个笑话俾你听啊！好，你知唔知咧？点解小明跑得快过架火车啊？唔知喎。因为小明真系跑得好快啊！哈哈。唉，这个世界都没人欣赏我的幽默的。不欣赏我幽默的人都去死啊！沙田大东路华特法克有限公司办公室内发现一名男子昏迷不醒，送院后证实不治，死者年龄的20岁，身体上属于这个不是 case， 现场并无检验遗书。我明明今朝先同佢讲完嘢嚟噶，明姐跑得好快啊！点解咁突然佢就死咗嘅 ？Case 无啦啦喺公司死咗啊！唔知系咪做嘢猝死嘅咧？系咯系咯，唔知咩事咧我。你知唔知咧咩猪第一只脚啊？系珍宝猪啊！一名男子在离开沙田大都路华特法克有限公司的时候突然倒地不起，救护员到场后证实已经死亡。吓，佢冇揾到呢个咪 Alex？ 你知唔知咧咩猪第一只脚啊？系珍宝猪啊！点解咁突然佢就死咗嘅？唔相信我幽默嘅人都去死啊！唔通听完我讲笑话嘅人都会死？黐线，边有可能啊？喂，你知唔知点解小明喺出面俾人打，佢阿妈见到都唔救佢啊？因为小明俾人打，佢阿妈都认唔到啊！沙田发生一单尸体发现案。死者是附近艾都罗华特法克有限公司的员工。吓？唔通是真的？唔通我真的有超能力？死啦！咁点算好呢？你是不是無聊的阿 J？ 你是誰？我昨天看了你出的 post。 蛤？不是被人delete了嗎？這裡說話不方便，我們待會去個隱蔽一點的地方說。你的 post 我delete了。你知不知道自己這樣做很容易招惹麻煩的？我想最近的離奇死亡案件都可能跟你有關的。不用擔心，我也是一個有超能力的人。這裡有我張卡片，我想這個組織應該可以幫到一些跟你一樣的人。看來這個超能力都為你的生活帶來多大的不便，不過我們可以提供一個利用到你超能力的工作機會。即是什麼？職業殺手。你是瘋狂的，我沒有殺人的。但你已經殺了三個人了，不用擔心，我們只會指一些實窮極惡的人的 case， 只要配合你的超能力一定不會留下證據，只要保持低調就可以了。你知唔知新聞應該點做？你應該執翻佢。而家做得幾熟手啊 ？OK 啦。做咩咁冇心情啊？冇，只係覺得佢哋全部人都好冇 taste， 竟然都唔識欣賞我幽默嘅。好啦，唔同你吹水啦，有重要嘢要搞。
今次呢個 target 有啲棘手，同以前唔同。係咩？呢個係我哋組織以前嘅人，佢嘅能力同你一樣，都係用男機去殺人。只要對方唔笑，對方就會死。好啊。你就係組織之前嘅人。你係邊個？你都是組織的人啊？冇錯，而且我跟你的能力都一樣，如果聽了我講笑話不識笑的人都會死。所以之前我想知道你到底做過什麼，為什麼組織叫我殺你？加入了組織之後，我越來越不開心，發現完全沒有任何一個人明白到我的笑話。我忍夠了跟那群沒幽默感的人講笑話的人，我想消除了我的超能力。一直都很熟手了，不強了。做什麼心情那麼差？一人都沒有 taste， 完全都不懂欣賞我的幽默。我想消除能力，組織幫我找到我。不好意思，我們沒有這方面的資料。我忍夠了。你真的接受現實了，這是你的超能力，你的笑話真的不好笑。算了，關你冇做成，你冷靜啲先。你知唔知點解呢度咁冷？生性自然啊！喂，可以嚟啦！你唔係要殺我嘅咩？喐手啦！你啲物鬆咗啊！拉翻過去先啊！你真係好幽默啊！因為殺手嚟講，你都幾廢嘅喎，我出招啊！你知唔知邊種食物會講大話？係雪芳蛋糕啊！唔得，明明睇咁多次，都係覺得好好笑。喂，講個笑話俾你聽啊！你都喜歡看笑話的？是啊，這部很好笑，你有沒有看過？有啊，我們一起看啊。我叫阿樂啊，我們一起啊。看過？你都看過笑話大全嗎？笑話大全？他懂得所謂幽默，難道你就一起？你認識我？難道你是阿樂？那時為何你無緣無故不見了？那時我突然間被迫轉校，連再見都趕不及說。我們做朋友是啊。